我们决定家属就让姐姐遗爱人间，将她所有的可以用的器官帮助更多人，更多需要的人。孟庭丽六号晚间走了，她的弟弟强忍悲痛，七号在台北荣总召开记者会，决定将姐姐的器官捐赠出来。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句话，我们关心你们身边的人，然后跟他们好好相处。我们现在都没有机会，我没有办法吃米饭。除夕夜却无法一家团聚，他的弟弟一度哽咽到说不出话来。孟小姐大概是昨天早上8点钟，进入开刀房，然后下刀。那么整个摘取器官摘取手术的时间是到晚上7点钟。医院积极抢救12天，但仍救不回孟庭丽。经家属同意后，在六号晚间完成器官捐赠，希望可以帮助更多需要的人。捐完了嘛？我们不知道哦，李安妮哦，到底是搞你下什么福啊？同时，刚两部戏，孟庭丽轻呼流感抱病拍戏，不料却转成肺炎，在1月26号早上拍戏拍到一半，突然脑溢血休克昏倒。最后是姐姐是算是一个，希望她是一个最后的一个牺牲者了。然后说该改革的就改革，因为我不是这方面的专业嘛，因为我不方便透露什么或讲什么。孟庭丽经过转院，病情一度好转，却还是救不回来。家人希望可以借由器官捐赠，让她遗爱人间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